这个比赛真有意思啊，各种流派啊，这组应该挺强啊，全是 A C A 的。我喜欢这个周凯恒，这绝对牛，看看。而且我跟你说，他是那种美式打法。大家好，各位老师好，我叫周凯恒，来自北京，今年21岁，现在在美国洛杉矶 LMU 大学。大家好，四位导师好，我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严景涵，然后在学校我辞职得分后卫，谢谢。我叫孙鹤峰，来自深圳，曾经效力于美国弗雷斯诺州立大学。看一下这个小周的这个身体线条非常漂亮啊。周凯恒体脂率6%啊，听说 C 罗的这个体脂率还有7%，也就是说凯恒比他还要低。既然我们选出了最强的 NCAA， 那我们应该选一个最强的 CUBA。李林。更加厉害！哎呀！开场，李林先来第一次尝试。走！好段，周凯恒很敏锐。我觉得对手来说，李林这块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我们也知道该防谁，也就是李林。李林，周凯恒。Crossover， 美式的感觉啊！没事没事，我来。李林，别犯规！犯规 ，two shots， 孙鹤峰。李林现在身体对抗好。通过自己稳定的罚球，2-0。自己出。CUBA 率先拿到2分，周凯恒交给孙鹤峰。走！2-1 Good job！ 我们打他们，虽然我们非常有信心，但是也丝毫不能怠慢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这小乔丹还要扯。李林。转身，漂亮！今天李林是那个最坚决的男人。哦！周凯恒，漂亮！哦！
6%。第一步的启动速度确实快。防守，先防守。3-2-1，掉里面，快，掉里面。李林在和周凯恒要位，协防给到队友空位的两分球，漂亮，再次超出两分。还有看你能不能还一个，齐平，好球，动作很飘逸潇洒，追平比分6-6，漂亮，两分。好，连包夹，没有，大壮中距离也有，哇，两边得分效率都很高。对面确实投得太准了。周凯恒，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得分端，然后帮助这个球队一点点往上。周凯恒不分，孙厚峰漂亮，8-8。哎我，什么情况？传到摄像大哥那儿去了。那边发球。Squeeze，板先顶上。我顶了他。三分算，然后这次要罚一次。哦，打4分，哦天哪！李林要求暂停，商量一下。不着急，先防守啊，不着急。为了打一个高低错位。啊，走，你坐进去。第一次看比赛紧张吗？紧张，特别。我看你手一直在抖。看看他们。CUBA 的球员该怎么商量一个战术？防住！防一个，有！哇，这是第一次正式。我的，我是失了。你这个右手很明显在拉拽。拿球没问题，扎实。2-for-2，周凯恒拉开空间，